暌违十二年之久，世界茶坛敲鼓球锦标赛在高雄西子湾举行。本届比赛，中华队再度囊括男子组及女子组金牌，顺利卫冕。十二年就等于坚持很久，所以其实也不知道会有第二届的沙滩会办在什么时候。那所以我们这批球员就是一直很努力的、很努力的在为每一次的比赛做准备。所以这次拿下第二届的沙滩敲鼓球冠军，真的很开心。女子金牌战，中华队出战新加坡队。首节中华队便以18-8奠定比赛胜机，中场以51-28拿下胜利。而男子组金牌战由中华队对战新加坡队。开赛之初，中华队失误较多，首节结束仅以20-15小幅领先。所幸调整后，靠着攻防两端的精彩表现，顺利以54-42夺下金牌。第一节大家比较有点慢热，就是还没这么进入状况。那第一节就是自己失误上面可能也是想要展现出比较高超的技巧，所以就是大家也是有一点怯场，所以那第二节就是慢慢回稳。即使在炎热高温下，中华队仍旧带来亮眼表现，成功将男女金牌都留在台湾，也为为期4天的精彩赛事画下完美句点。记者赖启云、龚婉玲高雄报道。